Hello， 大家好 ，Welcome to my vlog。今天是农历正月十四，然后今天我出席这个由亚罗牙也中华公会所举办的孝亲敬老新春晚宴。
主席邱新明先生以及村委主席陈志伟先生上台来接受我们醒狮团带给我们今天大会的祝福，有请两位。